元宵节得要到啊，家家户户拢会挂钩仔顶来采粿。彰化市一间咖啡店业者已经连续四年举办义卖钩仔顶的活动，来帮助彰化家扶中心的贫困儿童，筹募资金来让这个囡仔会当安心就学。连续第四年，这间位于彰化市自强路的咖啡业者，每年新春期间，拢会邀集大学生举办义卖钩仔顶的活动。所得拢会捐予彰化家扶中心。彰化家扶中心自旧历过年开始，陆续伫个彰化县30多个据点，展开无穷世代古早顶义卖活动。无论是透风落雨，都无阿多阿是因的热情。彰化市这间咖啡店就是响应这项活动，伫个店头前举办古早顶义卖，邀请民众透过公益帮助贫困，做伙筹募弱势家庭活动的助学金。和社会大众来响应，帮助弱势家庭学童顺利就学，达到脱离贫困的目标。哇，很认真的招募了大学生，还有高中生一起来自愿性的担任我们的义卖志工哦。就连我的外婆也一起来参与了。过年期间啊，这样子帮家扶中心义卖灯笼，筹募他们的就学基金，让我感觉非常的骄傲以及感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还有跟伟鹏建设的我们的王执行长呢，非常的支持。那当我的靠山，让我觉得做起这份爱心活动特别的有价值跟意义。那希望大家呢，在接下来的元宵期间，2月8号，我们还有继续义卖这些爱心的灯笼，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做小额捐款，帮助弱势家庭、弱势儿童筹募就学基金哦。帮助贫困不是一个人做真多，是每一个人拢做一点点啊。结合大家的力量，或者是家庭的囝儿，会当透过教育来翻转贫困。所以这次的义卖活动，就是筹募开学助学金，帮助弱势家庭学童来就学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